点了。打开墙吧。我一个二十七，你四十七，有钱哦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往里走。北卡乘客，请投币。什么？前方到站是八里河。The next stop is 八里河。在这热闹起来。多。小青蛙，对呀，这是小螃蟹的呀。养个小乌龟可以？哎，可以呀。啊？可以呀。没地儿啊，你哪有地儿？阳台上呀。茶台，那个小茶台，把我们家那个大茶台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。是不是那大男孩是不是也太占地方？对。送康庄，不送我们左安门。哎，左安门不送吗？他刚好。香港电影，哎，香港电影不是古天乐就是张家辉，不是张家辉就是刘青云，不是刘青云就是梁家辉，不是梁家辉就是刘德华，不是刘德华就是林家栋，不是林家栋就是还有那个谁，反正就他们几个。莫小的他打电话呢。大连和山东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，现在对着身上去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上学烂穿。传统的质量都相当不错。